灯灭了。玉阳，玉阳。儿子怎么样？哦，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那你们家属都放心吧，好吧？谢谢你，大夫，谢谢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病人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，那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，好吧？哎，谢谢。解放战争到建国，从历次运动到改革开放，这一路走来啊，今天到了这个金柳庄，我终于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面貌啊！我衷心的祝愿金柳庄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好，蒸蒸日上。好，我们下面请我们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威尔曼先生给我们讲话。你们好，我是贝尔曼，来自英国。我今天特别高兴。虽然我想起了小时候在丹尼我们的村子，有人结婚，大家就在一起喝酒跳舞。我好像是。好，那个大伟啊，你也说两句吧。对，讲两句。这个金柳庄啊，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。我的青春岁月啊，就在金柳庄度过的。我在望海的这一段啊，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乡亲们，想念金柳庄。今天和大家在这里聚会啊，是万分的激动。大委员，三兄弟，那是桃园三结义。对，来吧，咱为了桃园三结义，
一起干一杯。我们请我们市里面来的领导江局长给我们讲两句好不好？我不是什么领导，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市规划局已经决定了金柳庄作为生态果园的示范基地。对于我个人来说，这里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，所以我热爱这里。下面我们有请我们金柳庄的村主任雅妹给我们讲话。我想我们今天的欢聚是为了更美好的明天。我要感谢所有热爱金柳庄的人，感谢所有为了金柳庄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。说这金柳庄发展到今天谁的功劳最大？大爷！